Joey 今日喺昆顿新任两位嘉宾喺度，有小明方浩文 ，Hello，John Manson， 系 ，Hello 两位 ，Hello。今次同两位倾偈，因为你哋有一个合作，有首合唱歌出现咗，《God Save the Queen》。我好想問，因為我見到兩位的合作咧，我好驚喜先啦。首先係因為我知道其實 Manson 一路都有留意住小明噶嘛。係。咁其實今次呢個合作啊，係邊個賴起嘅咧？其實係Hayward 去提出嘅。咁佢就有一次喺車差嗰度啦，佢就同我話：，不如我哋搞啲小搞作啊，一起合作一下啦，咁樣。咁然之後我就話好喎，其實我都好中意 Manson 喎，咁樣即係由一個互相欣賞開始啊。嗯，即係由經理人賴起嘅。係啊。嗯，喂，咁好啦，聽到有呢個想話，可以一起玩喎、當然，有咗呢個 idea 之後，就要實行嘅。咁好啦。諗住要同 Manson 合作嘅時候，曲詞都係你寫。誒唔係詞啊 ，Manson 有份寫嘅都。Manson 有份寫，嗯係啊。好啦，咁呢一個合作關係少少，好少嘅部分係。少少都係好好 signature 嘅，都要有嘅。喂，咁喺呢個合作關係上邊，其實你知道要同 Manson 合作，有個曲先啦，需要。你諗住點解喺而家呢一個方向咧？其實係我翻去思考呢件事嘅時候咧，咁就。突然之間閃過一首十年前寫的歌，就是 God Save the Queen。其實當時的 demo 都是叫 God Save the Queen 的。OK， 即是擺了在那裡的 demo 來的，這個是。因為我一直都很想用這首歌，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做過很多次編曲都是覺得不合數。即係都係覺得仲係爭緊啲嘢，我唔知爭乜嘢啦。爭個人咯，原來係。係啊，原來就係爭咗 Manson， 然之後就咁啊希會提出完之後，我回去思考一下，咁我就諗咯。咦，唔係喎，呢樣得喎，咁樣就將呢一首歌攞出嚟啊，即係 propose 啊，不如我哋唱呢首歌啦，咁就成為咗呢首歌啦。呢首歌我擺咗度十年，一路都諗唔到咩方法去用。係啊，到今次諗起啊，要同 Manson 合作嘅時候可以用喎。你覺得中間嘅聯繫或者嗰個氣質係乜嘢令到你覺得咦呢兩件事擺得埋啊？其實我覺得佢俾我感覺就係有嗰種。呢首歌的編曲其實有一種即係好 sharp 啦，好有 character 啦，好有自己的一個風格啦。咁我覺得跟佢的氣味是有似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咦，我哋兩個一起 present 呢件事應該好啱 vibe 喎。Manson vibe。我又唔聽得啱。啱啊！在一個很 sharp、很有 character 放在你身上，感覺小明感覺你的氣質就是這樣。當你知道喂可以一起玩的時候，聽到這首歌，你覺得你怎樣去放自己下去才對呢？當初最初我都不知道的，即我最初就是呆了啦。一開始看到這個 message 的時候，我都不知道怎樣反應。一開始就是覺得即是經理人提出的時候，其實你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哦，驚喜嚟！係啊，一收到 message 就係有一個好消息想話俾你知嘅，Charming 佢可以即係有一個合作係同 Charming 一齊嘅，咁呢個係個 demo 你聽下啦。咁跟住我就聽完個 demo 啦，就一路懷住一種嚇、真係㗎！聽完個 demo 之後都係真係㗎，即係都未係好相信呢件事嘅。咁一來就好興奮啦。第二就好緊張啦，同埋好焦慮啦，都好大壓力。焦慮啊！係啊，跟住我就唉點算咧？點算好啊？一路就係點算。咁嗰陣時咧，嗰、那個主題咧，其實係關於啱啱駕崩咗嘅西太后事嘅。咁跟住咧，我就通頂做西太后嘅 research。讀很多關於 William Westwood 的來源啦、英國歷史啦等等啦，不同的資料啦，咁就好準備 prepare 自己去開會啦。咁跟住我哋第一次見面啦，即係同上面真係我哋食飯嘅時候，即係第一次真係有機會同到小明傾偈啦嗰次。跟住小明就話：好啦，我哋個主題係唔關 William Westwood 事嘅。但你的表情是完全没有 show 到出来你那种失望啊，或者觉得惊讶，你还很镇定，所以我就觉得
佢係好犀利嘅。佢因為 even though 有時我哋一齊去排嘢咧，我哋之後做訪問咧，佢話其實佢好緊張咁啦。但係其實一啲睇唔出㗎。即係你冇見過佢緊張嗰面。我自己唔係好覺咯，我覺得佢都依然係好 calm 啊。但係佢裏邊打曬交。係啊，可能係咁，可能係咁。已經搣到個大髀淤咗。好啦，去到食飯嗰刻先話俾你聽，我哋做嘅功課冇用噶，我哋玩呢個主題。好啦，咁其實係咪真係話你喺呢首歌上面個諗法已經有一個好鮮明嘅位置想去做呢？應該咁講，其實我覺得寫歌詞應該係順住成個一個潮流啊，或者係一個預知啊咁樣去寫嘅。咁如果嗰陣時突發地，因為本身嗰陣時想寫呢個題材嘅時候，西樓係仲喺度噶嘛？哦，係十年前係嘅。咁所以變咗嗰陣時就覺得預知咗。咁但係到真係用嘅時候，人哋都走埋。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就。已經亦都好多人寫過，咁所以唔想將即係好似阿 Wyman 佢都寫過啦，咁所以變咗就覺得不如我哋轉一個 topic 啦，咁亦都已經變咗做一首合唱歌，其實個可塑性係更加闊嘅，咁所以就諗咗一個新嘅 idea 咯。而家呢個 idea 我聽到嘅係一啲關於自我價值啦。可能有一些性別議題在裏面，其實個光譜很闊，裏面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代入方向在裡面。當你兩個去溝通的時候，其實喂西太后不用了，你都要想個新方向出來的，但是想保留 God Save the Queen 這件事，那怎樣去繼續走下去呢？其實 We are the Queen 即其實那件事就是其實 Queen 是泛指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一個 Queen 來的，那亦都冇分男女嘅性別之分啦，一個無性別嘅界限啦，咁亦都係係關於每一個人對自己性格上嘅一種展現啦，咁同埋都有一個爭名鬥艷嘅一個氣氛喺裏面啦，因為我哋兩個都係 queen 啊嘛，咁所以喺首歌嘅前半段裏面會比較多一啲好似表演性啲嘅一啲嘅歌詞會喺裏面咯，成個內容。同埋我好中意個編曲啊！我好 feel 到一種懷舊嘅 disco 感覺，而嗰個燦爛，嗰啲好五顏六色嘅衫，好誇張嗰啲可以擺曬上身嗰感覺，有啲英倫 feel。係啦，我好喺呢件事裏面可以感聽到嗰個畫面出現，而再睇埋你哋個 MV 嘅時候，咦係會有嗰個 feel 喺度嘅，同埋中性呢件事好突出。擺一個中性嘅感覺，其實 Manson。之前俾人感覺都有呢個 feel 喺度嘅，今次係再將佢放大啲，用呢一個方向去做呢首歌嘅時候，其實自己個感覺係點咧？又或者你要去用一個咁樣嘅 character 擺喺自己身上多啲，喺你用聲方面有冇唔同咧？用聲有啊，我哋喺同監製 Jeffrey 同埋何生 work 嘅時候咧，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觸摸究竟邊把聲先適合呢一首歌咯。咁跟住我記得就喺呢個錄音室來回，我同 Charming 試住錄嘅過程咧，我哋就發現到可以用我哋兩個嘅性格嘅一種特質，去令到呢首歌更加出彩啊！咁就係、是我把聲可能可以偏去。女性化嗰邊少少，而 Charming 把聲咧就可以偏翻去男性化，硬淨翻少少。係啦，咁就有一種好好嘅化學作用出咗嚟。因為我成日見喺歌曲裏面，其實 Manson 唱嘅時候都唔使轉 key 啊，即係成件事係用你個 key 去做噶嘛，可以係。係咯，所以原來你兩個把聲係可以咁夾，但係好啦，你好慣有呢把聲出現過，你用過，但 Manson 咧，其實呢把聲你慣唔慣？呢把聲。都幾新嘅，即係對我嘅感覺嚟講。但係我最初 cover Charming 嘅《Oh Money Bang Bang Home》咧，我已經係唱 Charming 個 key 嘅， okay. 所以係好有趣，即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就係可以唔使轉 key 咁樣可以 match 到埋一齊。咁就令到呢首歌亦都，咦？我哋兩個 key 都係舒服而可以融合到埋一隻歌度。同埋我記得一開始 Charming 去喺個。在銅鑼灣 bring out 呢一個議題嘅時候，我已經覺得好
好想參與啊，即係一個好有意思嘅議題啦，即係講我哋唔需要用性別或者任何框框去框死自己點去諗嘢，或者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應該去勇於去相信自己啦，同埋去擁抱自己嘅特質，去全然咁樣去感受，即係感受生命呢一個經驗。我覺得呢個題材好，即係好興奮啊！聽到呢個題材，所以就即刻就覺得好啊！呢、這個題材好好啊！佢係勁做功課嗰種乖孩子嚟嘅。即係我係俾佢嚇親啦！即係上嚟錄音嘅時候咧，佢嗰沓 notes 咧，同埋佢寫嗰啲字咧，係當然我睇唔明啦，但係佢自己睇得明啦，有啲外星文咁樣啦，咁但係又好有條理咁樣喎，即係寫到喺每一句歌詞隔離咧，有曬解説咁樣嘅。咁、咁我就覺得啊，好有趣呢、這個人，即係佢會用好似寫故仔咁嘅方式去將成件事去解讀完之後再消化咗之後融入咗自己嘅世界，再去將佢吞吐出嚟。咁我覺得嗰件事就係一個大家都俾200分嘅一個付出嘅一個錄音過程。同埋我覺得每一次錄音都係，或者每一次合作啦，都係唯一一次啊。即係可能會有第二次嘅，但係每一次嘅同人去交流，去有機會做一個 piece 都係嗰個 moment 嘅唯一咯。所以我都會俾盡所有自己去做，好珍惜每一次嘅交流機會。係啊，我記得第一次上到嚟呢個 studio 咧，咁我最大嘅一個畫面就係Charming 啦、創基啦同埋何山嘅背影咯。咁不停望住啊，其實佢哋做緊咩咧喺度？因為我哋度嘢嘅時候咧，會行嚟行去啊，轉凳啊，即係已經進入咗自己嘅一個世界去諗嘢，即係同平時可能真係做嘢去做一個訪問啊，或者各方面係會唔同，即係進入嗰個沉思嘅一個世界嘅時候，去度橋嘅時候就係另一個面相咁樣。咁但係嗰陣你哋三個喺度度緊嘢。Mason 喺側邊睇住，好似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咁。你點樣去 join in 佢哋嘅？我冇 join in 噶，我就係觀察咯喺度，即係留意一下佢哋點樣溝通啊，點樣去？因為其實個編曲最初個頭唔係咁嘅，即係個 intro 係完全另外一樣嘢嚟。咁就喺錄音之外啦，即係 studio time Charming 同埋監製會一路傾點樣嘅，咁 Charming 就覺得、好似仲可以更加係呢隻歌多啲喎、個 intro， 跟住就諗到不如好似而家用人聲做 intro 啦。咁跟住都好大膽嘅呢個決定，我覺得，因為除咗個人聲之外係冇樂器嘅一開始。跟住一路都喺度觀察。但係嗰個人聲一開就已經拉你入局咯喎。係啊，因為其實嗰個係我哋嘅兩把聲 blend 埋一齊，但係就係、是、我成日有時聽阿 Mason 啲歌，我都聽到佢有呢一個嘅唱法。咁我覺得好喎、不如用佢嘅 signature 嚟到擺喺個開頭度啊，咁樣都幾 interesting 喎、同埋我覺得嗰件事係會。一聽到一起歌就知道 God Save the Queen 要播啦，所以就最尾做咗一個咁嘅決定，大家都覺得可以，咁就去啦咁樣咯。你啱啱提咗一樣嘢就係、是、可能呢一個方向係之前 Mason 自己做歌嘅時候會係一個你嘅 signature 嘅習慣啦，即係嗰個唱法。但其實上邊自己做歌，你都有好你自己 signature 嘅唱法噶嘛。今次要去做呢首合唱歌嘅時候，其實 Mason 會唔會唔覺意地學咗上面嗰個唱法？真係會。其實有你覺得我哋似啊？似嘅，同埋因為佢一向聽你唱歌噶嘛。你唔係第一個咁樣講喎。Mason 會聽你之前一路中意你嘅作品，其實我哋聽慣咗嘅時候係會唔為意地用咗對方個腔口去唱歌噶嘛？我其實我自己就唔覺嘅，咁但係咧聽人哋講咧，咁我翻去再聽真啲先。你知道咯，會啊有啊，尤其是啲咬字咧，係會潛移默化擺落去咯。即尤其是今次一個咁 close 嘅合作啦，喺個錄音室入邊，我就更加擺咗一啲
以前聽 Charming 嘅一啲咬字再扮啦。有冇嘗試過叫自己唔好扮啦，定係由佢算數咧？即係有冇掹翻自己出嚟？我又唔話係扮喎。即是我是很自然地可能會散發了一種氣味出來、即是一個 vibe 來的。如果我 sense 到自己是扮，我就不會給自己扮、第一那件事太順暢了，已經是的。還有那件事是、兩個人呢、那個神髓是二合為一、因為其實合唱歌其實就要做到這件事嘛。所以其實一就很夾，一就很不夾。我覺得不夾之中又會有夾，夾之中又會有不夾，即是真的會有這件事。因為他有他自己的東西啦，咁亦都我又有我自己的東西啦，咁其實兩者擺埋一起的時候，自然就會有一種有一種 chemistry 出咗嚟啦。咁所以變咗錄嘅時候，大家嗰個精神係一致嘅時候，唔多唔少就會有近咯。所以呢個在錄音的時候已經磨咗呢個默契出嚟，或者磨咗呢個兩個人升咗呢件事出嚟啊，喺你哋再去排舞嘅時候，係咪容易好多呢？排舞是又过了一关，然后第二关要由零开始再 build up 咯。即系我哋喺个声线上都做咗啦。因为我哋其实真系，我觉得啦，嗰、那个 chemistry 系好好嘅，因为我哋录咗一个几 session 就完咗呢只歌啦。哦 ，focal 嗰度系啊 ，focal 两个 session 好顺利喎，咁真系内就完成咗啦。嗯咁其實我哋想補錄嘅，有啲，但系都即系經監製創機執完之後，都覺得都、okay、其實我哋想可能珍惜翻當時嗰刻嗰個 moment， 即刻有嗰個化學作用。係咁係啦，排舞你覺得？我覺得好好玩啊！我見到兩個係嘆個口氣。我覺得好好玩，但係個挑戰係好高啦，因為我哋兩個本身都唔係舞者嚟嘛，咁、所以變咗到去跳嘅時候，其實係要下苦功嘅。咁同埋，我覺得最難跳嘅雙人舞咧，其實佢個特質就係話要兩個人又係，即係好似頭先講，好似錄音咁樣，再做一次係升到，但係係用你嘅身體語言去升到，咁嗰件事係難上加難，比錄音更難，因為我哋唱歌就比較係 handle 得係輕鬆啲嘅。咁但係跳舞喎、要仲要做到係心神係合一喎，點做到呢？咁就要透過好多嘅練習先至可以做到。喂，但係喺即係要有一個雙人舞嘅諗法、配合呢隻歌去推出，但係兩位都唔係跳開舞嘅人，點解要咁嚟考自己呢？梗係要咁噶啦，做人係邊個提出㗎？即我提出要跳舞呢件事，唔係我提出。唔係，其實喺一早開始嘅時候，大家都已經覺得係有咁嘅需要嘅，因為呢一首歌就係有嗰種，有嗰種競技嗰種咁樣嘅氣氛喺度啊。咁喺個咁樣嘅氛圍裏邊咧，我覺得跳一個雙人舞咧係好精彩咯。咁所以其實越難的事我們就越要去挑戰，所以我們兩個都是比較屬於那種很想超越跨越自己一些東西 的類型的人的，我相信是，所以就決定了做這件事就去做。如果不是 Charming 應該不會有現在這麼好的效果，因為 Charming 要求加粗了一倍的時間，真的要啊。因為我覺得我們其實我啦，即我自己不是話好擅長啲手腳好協調咁樣啦，咁我要跳到佢有個 memory 喺度咧，係要加速。咁好彩公司同埋 Mason 都配合咁樣，所以呢件事就可以做到咯。因為呢件事即係要排雙人舞，其實真係要兩個人一起跳先夾到噶嘛。所以雖然自己有自己的 step 可以自己練，但係嗰件事都係爭啲噶嘛，要自己練嘅。同埋佢有好多呼應位嘅，即係你做一個動作，我可能做咗另外一個動作，但其實呢兩個動作夾埋出嚟先至係最好睇喎，咁樣咁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對立嘅位啊，或者係啲互相交流嘅位啊，係要做到嗰、那個嗰個神髓啊，無論係個肢體啊、個眼神啊，即係每一個嘅觸覺啊，你都要做到佢嗰種精神出嚟，就係、是、我哋係 queen 咁樣咁，所以係。很高昂的一個神髓，但是很成功地在這個 MV 裡面表達到這一件事出來給我們看，特別是你剛才說到可能個曲風或者整件事上面有一點競技的感覺的，但是各自不會搶了對方的鋒芒，
而你哋係喺裏邊係做到呢件事出嚟，所以好好睇嘅一個 MV。我哋即刻跳翻 box， 即刻嚟。好啦，我知道小明嚟緊咧，十月就要去英國開 show。將你的演唱會搬去英國，去為在那邊生活的一些香港人去加油啦。很緊要的這件事，其實我看到現在都不少 artist 會去到那邊開 show， 為一些離開了香港的香港人在那邊找一些娛樂，找一些支柱啦。你要去那邊開 show， 其實和在香港開的感覺有沒有不同的？你覺得？當然不同啦，我現在去探朋友嘛。即我的心態是我去探一個老朋友，咁去只不過是做 show 是一個形式咯，即係佢去同佢哋 greetings 嘅一個形式。但係其實實質上我是想探一探佢哋啊，大家聚一聚舊啊，即係用一個咁樣嘅心情同埋一個狀態去用一個好温暖嘅擁抱，想去擁抱，用聲音去擁抱下佢哋。即係有個咁嘅感覺，呢個感覺應該一定傳遞到過去嘅。係啊。Mason 咧，咁你自己嚟緊下半年嘅音樂計劃會係點啊？或者工作計劃會係點啊？下半年嘅音樂計劃，我會有唔同嘅演出啦，即係 busking 啊，又或者一啲唔同嘅舞台嘅演出。咁亦都會出歌啦。咁但係出歌嘅計劃咧就未知。我仲 plan 緊，因為我寫咗好多歌，我寫咗好多歌，咁我就有啲頭痛，究竟點樣出？我而家都打緊交嗰個頭。咁啊，我哋期待住睇下你哋將來更多唔同嘅發展或者更多嘅合作啦。咁啊，下次再有動向再揾你傾偈。好，多謝兩位 ，thank you，thank you。